好，跟住下一条。跟住第下一条就是我哋最讲到第二十二条咧，里面讲公众传播。第二十二条就是我先前所讲咧，就是话受版权作品，即系嗰啲版权所限制嘅作为嘅。咁但系现有咧就有讲话复制呢个作品啊，向公众发放呢个作品嘅复制品啦，或者租赁该作品嘅复制品。咁另外咧就系话向公众提供呢个作品，英文其实系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。另外是公開表演、放映或者播放。對 F 那裡就是將這個作品廣播，或者將這個作品包括在有線的傳播節目裡面。所以我們現在就說會將 D 那個向公眾提供該作品的複製品，以及 F 將該作品廣播，或者將該作品包括在有線傳播節目裡面刪除，然後就是變成向公眾傳播作品的。